大家好，我是吉林养牛胡哥。今天有个粉丝啊跟胡哥说他们家牛犊子呀发生胀肚啊，问胡哥应该怎么办啊。这种情况啊，首先啊要给牛犊进食，咱们也别喂它也别印它。咱们首先呢，咱们可以用手按摩牛犊的腹部，在牛的左侧腹部用咱们的手掌给牛犊按摩留位啊，每次按摩10至15分钟，隔半小时按摩一次，促进刺激牛犊的胃肠蠕动。然后咱们可以用咱们抽那个旱烟叶或者咱们抽烟那个烟丝儿，用水跟大蒜浸泡5分钟，给牛口服啊。根据牛的大小适量，没有准确用量啊。大蒜跟这个烟呢，可以刺激牛的胃肠蠕动啊。双江柱每晚8点直播。